Hello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叫谢建宏。当我未使用 MVA MF Sky 之前，跟使用 MF Sky 之后，我发现我家里有非常大的差异。在我未使用 MF Sky 之前，我发现我家里的空气指数非常的糟糕，并且家里的家具时常积满灰尘。当我通过我的友人，并体验了 MF Sky 空气机之后，我发现我家里的空气指数有所改善，并且家里的灰尘大量减少。最令我满意的地方是，这架空气机可以远程操控，并且可以从中改善家里的空气指数。当然，这架空气机最令我欣赏的地方是，这架空气机并没有像其他空气机那么喧吵。今天我分享就到这，谢谢。